本期讲解一个拼多多爆款打造标准化流程2.0版本，一套从入门到高手的课程，让你快速掌握拼多多。啊，全维度讲解拼多多的运营逻辑。适合的人群是从0到1想要入职拼多多的这个电商人啊，提前掌握这个拼多多盈利趋势的运营。这是整套课程，讲的非常多非常多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12节视频课程，视频都比较大，就是200-300兆、300-400兆的这个教程啊，非常非常好。如果想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拼多多爆款，或者是拼多多爆款打造标准化流程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